Sorry 級速速咪係新態度又嚟啦！今集咧胡慧聰同大家嚟到布吉島睇下啲嘅靚 resort， 當中包括呢一間 Pool Villa 嘅 resort。Pool Villa 通常俾人感覺咧就係情侶們 honeymoon 就好適合，但係一家大細似乎又唔係好啱。咁但係呢一間就絕對唔同，因為咧除咗大人嘅 Pool Villa 之外咧，亦都有啲小朋友玩嘅設施，都可以話老幼咸宜，一家大細都係適合嘅。睇完出面，睇下裏面先。嗱，呢一間嘅 Pool Villa 我最喜歡咧就係牀嘅擺位啊，啱啱對住個海，一瞓醒覺一起身就有無敵海景俾你睇啦嚇。兼且裏面嘅裝修層次咧相當之唔錯，仲有咧佢裏邊呢個沖涼缸，好話唔好聽喺度浸住，坐高少少都可以望到海景噃。其實喺呢間 resort 之中，除咗呢一個嘅 Pool Villa 之外咧，佢另外仲有幾款唔同嘅 Pool Villa。又睇下另一種房間，嗱 ，Lating 房間嘅面積咧較剛才嗰間咧大少少，兼且望到嘅就唔係海景，而係湖景，都 OK 啦。湖光山色進入眼簾，朝頭早起身見到個咁嘅景都 OK 嘅，都開心嘅。嗱，呢一間嘅 resort 裏邊咧，總共有八種唔同種類嘅房間。而當中更加有 two bedroom 添，於是乎一班朋友或者一家人嚟住咧，都絕對冇問題。哇，都相當大型喎！啲水力按摩缸，如果兩夫妻唔係太肥嘅話，一齊喺度鴛鴦浴都可以噶嚇。咁而呢度正正啊，係呢個 resort 裏邊一個 spa 店。咁正如布吉島大多數嘅 resort 酒店一樣咧，咁裏邊總有個 spa。咁呢度都唔例外，但係房間唔太多，只係得三間房，但係咪話經常爆滿？呢間 resort 總共擁有三個泳池啊，有小泳池可以俾佢滑水同嬉戲。兼且亦都有大人池，三個池任你揀。你中間個池仲可以喺度打水球、玩波波都 OK 啊。於是乎咧，有唔同嘅主題、唔同嘅泳池，你想點玩都得啦。呢一間酒店咧都可以話進可攻退可守啦。嗱，一方面你可以匿喺酒店裏面游水曬太陽，另一方面都可以出嚟海灘游水喎。嗱，布吉島大多數靚嘅 resort 咧都遠離海灘，但係偏偏咧呢間 resort 咧行去海灘大概五分鐘左右嘅路程就可以，再唔係咧坐嘅免費專車都得啊。嚟到海灘都唔失禮啊，都 OK 啊，啲沙都好滑，喺度影相留念或者游下水都絕對冇問題。呢間 resort 咧，仲有個好處咧，就係雖然行去海灘只係數分鐘嘅路程，但係咧都設有呢啲單車，等大家可以踩下踩下咁樣。哇！正所謂，但係仲踩單車㗎，夜上都唔係話唔爽啊。咁於是乎咧，踩住單車可以附近行下買下，踩去呢個沙灘都冇問題，正啊！又或者你可能會話：喂，我唔識踩單車喎，咁點算咧？唔緊要 ，resort 之內咧仲有其他活動可以俾你搞下，例如咧學泰拳，又或者 cooking class。所學嘅地方就係呢個咁風涼水冷嘅涼亭啦。OK 級，哦。哇！呢一個嘅 cooking class 真係啱曬，試埋一個懶人咧，有啲 cooking class 咧神咁早要去市場買嘢喎，哇！嘥曬時間瞓多陣嗰個咧，咁但係呢度咧唔需要，晏晝12点就可以嚟慢慢煮嚟食，整四道菜啊。不過如果你都係一啲即係唔懶人勤力想去市場嘅話，都得，呢度都可以為你而設，帶埋去市場。但係帶去市場嗰 cooking class 咧就2500，唔去嘅咧就1500，同樣整四道菜，整完咧仲可以叫啲 friend 嚟食喎，但我就唔敢啦，因為咧雞手鴨腳之餘咧。整下咧都會分心啊！點解分心呢？因為個景實在太靚，個景咁靚嘅話，分分鐘落錯鹽當糖點算呢？哇！個景真係靚。大人就話可以學打泰拳同埋煮泰菜啫，咁小朋友點算呢？小朋友呢度都照顧到喎。有個小朋友嘅房可以俾小朋友喺度玩啊、玩耍咁，雖然地方唔太大，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都開心有趣嘅。於是乎，如果你想唔太貴地住呢個 Pool Villa， 又想咧一家大細玩得開心，兼且有幾個泳池俾你選擇，兼且又近近地可以去到海灘嘅話咧，布吉島嘅呢個新數啲酒店咧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。可以去邊度 book 咧？梗係永安旅遊啦。